热呀，开空调啊。吃牙膏啦。老婆，你不是说过吗？身上散发着清洁剂味道的男人最有魅力。你什么味儿我都喜欢。娘子，如果这种味道让你欲罢不能的话，其实你可以暂时停止手头的工作，我们来夫妻共建一下。不是，你怎么没完没了啊？我不想生小孩。你没听说过吗？女儿是丈夫前世的情人，我做梦都想有个情人，有个女儿，我想，把她当小公主一样的养大，听她用小猫般的嗓子唱歌给我听，哎，替她赶走那些臭男生，看她长大成为一个我都不敢直视的一个美少女。哎，那是你的理想，不是我的。四。